诸位法师，诸位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今天有48个提问，我们按照顺序来解答。首先是中国同学的提问。第一个问题是，请问为消除业障诵地藏经可以同时做净宗功课吗？可以，不但可以，一定要做净宗功课啊，这样子才好。你业障消除啊，就要求生净土。第二个问题是，应如何啊超度水中溺死的亡灵？跟一般超度的方式相同就可以了，这个超度亡灵最重要的是要心地真诚，这个古人讲的，一分沉浸则得一分利益，对人、对佛菩萨、对鬼神都是相同的，最重要是真诚心，就能够起感应道教的作用。第三个问题，就是做三时心念诵地藏经应如何回向，可以满足超度家亲眷属，使他们不再扰乱家人。鬼神跟人呢，在性情上讲都差不多，人需要人尊重我们尊敬，鬼神也不例外所以平时我们对鬼神真正有恭敬心那你的超度效果就很殊胜如果是敷衍塞责，没有恭敬心，纵然这个仪规做得很好，效果也不会太大这一点必须要知道，对鬼神的尊敬是在平常养成肯定鬼神是真有，不是没有那么鬼神这是六道众生之一，我们在人世间寿命很短，说不定来生就到他来道去了这都很难讲的所以一切恭敬呢，这非常有道理第四个问题，就是家里常时播放念佛机，必有许多众生呢一起念佛，如本人往生后子孙不播放念佛机，这些众生怎么办？你的子孙不播放呢，哪个地方有播放呢，才到别人家去了这是肯定的，就是你家里供养他在你家照顾实在家他跟你们在一起念佛了，也是家里面的护法神那你们不供养的时候他就到别家去了或者到其他道场去了第五个问题，就是佛灭度之后极乐世界以及在里面修行的大众是否还债？这是说哪一个佛灭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灭度了，观世音菩萨在那边就成佛了。这观世音成佛灭度之后，大势至接着就成佛了，所以那个佛世界永远有佛。你要问为什么？那就是学佛的人太多了
啊，没有一个不是学佛的，而且是真学佛，不是假学佛。啊，假学佛的没有那么大的感应。啊，凡是往生极乐世界，都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呀，就要很认真。啊，如果我们不是真念佛，真求生极乐世界，念佛也不能往生。啊，这从前李老师跟我们讲的很多。啊，他是讲台中莲社，啊，莲社是他创办的。啊，这是莲社的同学，一万个念佛的人，真正能往生的只有两三个。啊，为什么是这样的？世缘放不下。啊，这个非常重要了。这个世间有一丝毫留念，到临终时都产生重大的障碍。所以真正往生的人呢，他对世间情看得很淡。啊，他这个放下了。放下才真正有利于往生。啊，那么我们真的要想往生呢，不要等，哎呀，我现在还年轻，啊，我还可以，啊，到我快老的时候了，我再放下去了，那来不及了。啊，要放下呢，现在就放下。啊，现在就放下，你家里的事情照样可以照顾。啊，为什么呢？不摆在心上，啊，一样可以照顾，你会照顾得很好。啊，为什么呢？这个里头，没有情执。啊，所以放不下，就是你有情执。啊，华严经上讲，你还有分别，你还有执着，这个东西很讨厌。啊，真是把这个放下之后，对于往生就没有障碍了。放下之后啊，你智慧就会增长。啊，虽然不能讲大彻大悟啊，那比没有放下之前呢，完全不一样。啊，就这个不能够不清楚的啊。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请问抽烟能不能往生？佛经里头没有看到说抽烟不能往生。不过有抽烟这个嗜好也不能放下的话，恐怕也会有障碍。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好像没有听说有一个抽烟的，是吧？那么抽烟，诸位要晓得，对身体生理上决定不是好事情，啊，会产生很多副作用，带来一些疾病、烦恼，啊，所以还是断掉的好。啊，这个我们以前韩馆长啊，他抽烟，不过到晚年的时候他戒掉了，断掉了。他抽烟的时候，那时候每天好像要抽一两包，啊，这个几十年抽下来，我就跟他说，你看你那一栋房子就抽掉了，是不是啊？是不是啊？他那个钱来着，确实可以买一栋房子，买地的时候，你看就是这烟雾当中就松掉了，啊，所以以后晚年还好，他觉悟了，啊，他把这个戒掉。底下一个问题就是，家父往生时正念分明，但家人呢，梦到父亲说因母亲于盖棺时哭泣，使他生起眷念而回来了。往后半年，母亲啊，每听到父亲叫他，就大病一场。请问父亲往生何处？那这个说起来就是没生极乐世界。啊，你说往生何处呢？常常还回到家里来，这多半是鬼道。啊，那么这个事情给我们念佛人呢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啊，就是这个送往生的时候一定要依照仪规。啊，这个持宗须知，啊，持宗精良，啊，那我们印的呢印这个持宗须知，我们把名字改了个名字，啊，就是怎样念佛往生，啊，内容就是持宗须知，一定要依照里面所讲的方法去做，啊，
这个临终之人，一定要帮助他提起正念啊，因为纵然是断了气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八小时之内啊，如果真的往生了没有问题，要是没有往生的话，那是一个关键的这个时刻啊，我们一心念佛帮助他，他那八个小时还能完成啊，虽然断气之后的时候还可以啊。那么这个是前年的时候，我们这里胡居士他的母亲，你看他是在生的时候对佛教没有信心，他是死了以后啊，大家给他助念，那个是有300多人，这个非常殊胜啊。那么他也很难得，道场有一个通灵的啊，有个通灵，他就负责他身体啊，跟他讲啊，也很感激啊。他说我这个是这个走的时候，这么多人来热烈送我的时候，他很感激。他还问，他说你们到底是为我还是为我的女儿？面子的，他面子还放不下啊，是啊。那么就这个问他的女儿是这个念佛有什么好处啊，他就这个找了一位法师啊，也是悟道寺道场的这个法师给他讲开示，说明这个念佛的好处啊，问了很多啊，渐渐的时候他就是要求听经啊。那死了这条听经就放那个这个录像带啊，放在他这个棺材前面，日夜不停地放，听了好像是一段时期啊，他很欢喜，他明白了，以后就跟着大家一起念佛啊。49天，你看49天往生啊，他回来告诉大家他下品众生啊，这个是不可思议，这都是给我们做最好的证明啊！啊，但是他这个语言就太殊胜了，啊，你看300多人的时候，49天给他助念，啊，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这是说明啊，临终8小时之内，决定不能碰他，他要没有走，纵然是念佛的时候还没有离开，你碰他，他就生烦恼，你看这是这个。他这个母亲一哭泣的时候就扰乱他了，就干扰他了，他就不能往生。临终虽然清清楚楚，他动了感情要留念啊，这个就不能走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希望呢我们念佛同修要特别注意啊，就平常的时候要明白这个道理，要多听经啊，所以经教不能不多听，多不听经呢跟佛就距离远了。现在这个社会严重的染污啊，我们不听经就被世间污染啊，它非常可怕啊。我每天自己至少读经4个小时啊，不读经不行啊，把读经当生活的一部分，跟穿衣吃饭一样啊。你每天吃3顿饭，是每天一定要读4个小时经啊，这个比什么都重要。这个读经就是听佛讲经，展开经本就是面对着世尊啊，听他老人家教诲啊，这个样子是我们才避免被污染。下面有4个问题，还是中国同修提问的。第一个，他说我们来自黑龙江省一个边疆的县城，这个地方的信众很多，但学佛很杂，没有净土道场，平常学佛呢都是在居士家里，总觉得不太如法，
为了让专修净土的居士有一个共同的场所，我们应该以什么形式来办理？譬如办一个万县先祖纪念堂，可以吗？很好。如果能办一个万县先祖纪念堂，作为念佛堂，像我们酒楼这个方式一样，我们得念佛的利益，我们的祖先也得念佛的利益。啊，每一天功课念完之后，都给祖先回向，这比什么都好，啊，真正是尽孝道啊，报祖先之恩，嗯，这个好。第二个问题，请问有福报发心护持三宝者，是否都是德行高或是大富长者？这个不一定啊，有些人德行并不是很高，也不是大富啊，那么他跟佛有缘，尽心尽力尽力的来护持，如果他把他护持三宝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啊，他一心念佛，这是他的增上缘啊。如果他不希望去往生净土呢，那就是来生人天福报啊，这决定是好事情啊。可是一个人最好啊，要懂得人生第一个目的就是提升我们的德行啊，你的德行越高，你将来往生就越殊胜啊。如果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品位高啊，不求往生极乐世界呢，那你往生升天呢，那个天的层次也高啊。欲没有断，欲界六层天，通常我们多半是讲着四王天、桃李天啊，往生这两层呢非常非常之多啊。可是上面还有四层的，有夜摩天、有斗率天、有化落天、他化自在天啊。我们上一次讲华严提到五善，这个五善罗那个供养他们的那一个，那也是一个富家的一个女施主啊。你看她那个往生，她供养心是非常虔诚啊，但是呢五个比丘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是招摇撞骗的啊，故意装的那个有道行的样子欺骗这个信徒，但是信徒是真心，绝对没有分别，所以他死了以后生第五天，那就很高了啊。第五天是化落天啊，这是什么原因呢？他心地真诚，不分你有道没有道，只要你现一个出家相，我就把你当作释迦牟尼佛真正学生一样看待啊，所以不要有分别心啊，他这个生的就高啊。那无善提罗这五个比丘的时候堕地狱啊，你看佛讲的时候，那个在那个时期他堕地狱的时候时间就很长了哎，以后他就告诉国王的时候，他当年那个供养的这个债主啊，就是现在的皇后，替皇后抬轿子这个轿夫啊，五个人呢就是以前那个五比丘啊，这是过多少时节的时候，这又回到人间来的时候，他还是要还债。所以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啊，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环。对，这是我们在经上看到的佛给我们讲的公案。下面问题，他说：“请问供养佛菩萨的供品，应当要在中午以前上供，几点以前？晚上，可不可以供？供品的品种，还有何规矩？”
这个供养是表法，佛菩萨不会吃的啊，这个要一定要知道啊，佛法是教育，是教学啊。这个供养一定要懂得在中午日中之前，那每一天日中的时间都不一样啊，所以你要真正修也很麻烦，要找天文日历啊，天文台发行的天文日历告诉你今天这个太阳正中啊是几点几分几秒，他会写得很清楚，要在这个之前啊。佛过午不食啊，就过中啊，啊这不能讲过午，过中啊，过中不食，这是注意到这个。但是如果你要是时间是宽松一点呢，你十一点钟供一定没问题啊，十一点到十一点半啊，这个时候是决定是正确的啊。十一点半以后那就不见得了啊，那就要查这个时间了。供果，果是代表果报啊，让不是给佛看，是给我们看的。我们看到果，就想到我们将来一定要有好的果报。啊，花呢是代表因，啊，花开得好，果就长得好，啊，所以花代表修因，啊，我们看到花，就想到我们自己要种善因，啊，要修好因，将来才有好果报。啊，你看我们最近讲经也几次提到，啊，苦中有乐，乐中有苦啊，这个要警惕到啊。啊，我们生活不跟人比，啊，这个平常姿势低一点，啊，决定有好处，要有真实的道心。啊，不要求别人尊敬我，你要求鬼神护法神尊敬你啊，那对你就有好处了。那人尊敬我们，鬼神瞧不起，这个事情就麻烦了，这不是好事情啊！啊，所以一定要有真正的德行啊，遵守佛陀的教诲，要放下。啊，这个放下是很困难，啊，但是要是真正走这条路呢，也不是走不通，能走得通的，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慢慢一点一点放，养成习惯。这个我的这个幸运呢，就是第一天跟出家人见面，啊，我头一天见面就是认识张家大师，啊，第一天他就叫我。看破放下啊，那么我跟他老人家三年啊，刚刚学佛也不懂规矩啊，啊，他对我非常爱护啊。张家大师大我39岁，是祖父级的了。哎，我那个时候二十六岁，他老人家65岁。所以非常爱护，我们就很听话，叫我慢慢地放，一天放一点，一天放一点，养成习惯，这样就好，不要跟人争，不要有这个欲望，这个对于自己身心呢，这个修养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确确实实，就遵守老人家的教诲，老师往生之后，跟着以后亲近李炳南老居士，李老居士给我们做个现身说法，他老人家真的放得一干二净，给我们做出好样子。
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只怕没有道啊，不怕没有庙啊，庙不要紧啊，道要紧啊，所以我守住老人家的教诲，这一生名闻利养决定不沾一生没有道场没有信徒一生不要钱所以说我的人家叫我三不管了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你这样算你才能一心专注这一门学问很不容易你要不是全心专注很难有成就那我学这门东西到今年55年了才真正的时候其如少分这个少分那就法喜充满就感觉到非常有受用那么能够其如多分的话 那就大成就了所以我勉励同学们真正有志在这一生当中能够提升到华严经上初信位菩萨这个地位就成功了华严经初信位的这个菩萨念佛往生的都肯定的那没话说的了他往生是往生方便有余土不在这个凡圣同居土了如果你要再提升有初信到二信三信到七信等于阿罗汉还是方便有余土如果你到第八信菩萨呢我们现在讲到十信这个显首菩萨十信八信九信十信往生极乐世界都是生十报土了这个就是跟其他的法门不一样其他的法门是破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才能生十报庄严土但是这个净宗不相同净宗说你真的有八信位以上的功力你往生的时候佛光助照佛光一照你你的功力就加了一倍就把你提升上去了所以它有这个好处在这个是其他法门里头没有所以十方佛赞叹阿弥陀佛赞叹西方净土原因就在此地这个是我们这一生当中不容易遇到遇到之后如果当面错过那就太可惜了你看佛在经上讲十方菩萨了都想遇到这个法门没有机缘我们遇到这个机缘有多难得这要把握住所以这个供品的时候是表法最简单的供品就是供一杯水什么供品像现在在这个大都市住的房子公寓房子都很矮你烧香什么都很不方便那个熏的房子小乌烟瘴气那怎么办呢我们就供一杯水这样很好水也是表法代表什么我们的清净心看到的这杯水我们的心要像水一样清净像水一样的平等就是无量寿的经体清净平等觉这水是代表这个意思常常提醒自己心地要清净要平等要觉而不迷它表这个意思不是给水给佛菩萨喝的这个要知道那像从前这个点蜡烛蜡烛是代表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就是今天我们讲牺牲自己为社会大众服务它都有表法的意思那么这个在华严经上前面呢都曾经详细的讲过一定要懂得
那么至于像供饭菜呀、啊、供这些吃的这些东西，多半是供鬼神。啊，供鬼神要选择呢，最好不要选择肉食动物的，不要供。啊，这个要懂得，啊，让鬼神也要修慈悲心。底下一个问题，请问参加三世信念供养众生的供品是主法不可以吃，还是参加的人都不可以吃？啊，这个主法的法师大德们啊，通常是，这也是没有一定的啊，他们不吃，大众都可以吃。哎，大众都可以吃。下面是香港同修的提问。哦，他们，哦，这个问题很多啊。再请问呢，佛菩萨像为何？是否与我们平常所供的一样？佛菩萨没有像。佛菩萨也没有说法，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佛菩萨的相跟说法都是随众生啊。你看楞严经上讲的随心应量啊，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你希望看到什么相的时候，他就会给你现什么相啊，所以他们有一定的相啊，这个要知道啊，这是事实真相。因此我们明白之后就不要执着，就不要分别啊，我们堕落在六道轮回里面呢，长劫而不能够超越，原因就是分别执着啊。你看佛说放下执着了，你就超越六道了，放下分别呢，你就超越十法界了。由此可知，十法界六道怎么形成的？分别执着形成的。哎，有执着的人出不了六道啊，有分别出不了十法界啊。为什么不把它放下啊？放下你才看到诸法实相啊。第二个问题，就请问如何分辨呢？是进入禅定，或是无记，或非想非非想、这个问题我不答复你，你去问禅宗的大德啊。为什么呢？给你讲的时候你也听不懂啊，这是境界上的问题啊，这个不是讨论的。第三个问题是，念佛和静坐默念时冥想阿弥陀佛形象是否正确？这个不能说正确，也不能说不正确啊。如果你想佛，这个念佛法门里头有观想啊，十六观里面有观相念佛啊，你念佛再加上观相啊，心里想佛像，能够帮助你摄心啊，免得一面念佛一面打妄想，帮助你摄心，这是有好处的。如果心定了，那你最好把这个相都放掉，就不要再执着了啊，就一直念下去，这样就很好。因为常常观相啊，是在讲也可以往生，不是不能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再提升自己的品位呀、还要把那个相去掉。如果那个相去不掉啊，养成习惯去不掉啊，对你到极乐世界提升品位啊是个障碍啊。所以一定要记住，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用它来帮助我们摄心行啊，这个方法可以。第四个问题，就是请问呢，运送法宝
供养大众，是否以运送大藏经的功德最大？不见得。为什么不见得？你这个心里头已经有贪图功德了，你有贪图功德的这种分别执着啊，功德就不大。如果你是平等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你运送一部心经绝不亚于一部大藏经啊。所以这个功德大小啊，不在别的，是在你的心。你的心要清净，你的心要平等，那个心功德就大了。所以诸佛菩萨了，不施一文钱啊，就不施一分钱，我们不施一个亿都不如他。那为什么呢？他心清净的，我们怎么比都比不上他了啊。而且我们还要有个果报，那这个就更糟糕了。果报能不能得到？能得到。你得到再大的都是很小的，都不大。哎，所以是施一得万报啊，你也不过去不施一块得一万块钱而已呀，还是不大了。你那个佛菩萨他没有这个念头，没有念头，他那个果报是等虚空法界，你怎么能跟他比呢？这心包太虚，量住杀界。我们这个谚语常讲，量大佛大，你的量很大，你布施一点点呢，佛报都很大。所以这个心量要脱开，这个很重要。第五的，请问以什么心态呀，才能圆满的修复？这个圆满的修复，那就是圆满的心态。那圆满的心态是什么呢？《三字经》上讲：“人之初，性本善。”本性本善，那你修的福就圆满了。我们凡夫做不到，什么人能做到呢？最低限度，化身菩萨，也就是说，以《华严经》的讲法，我们能够把执着断掉，分别断掉，妄想断掉，那个福报就圆满了。为什么呢？完全回归到性德了，就是禅宗里面讲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见性的人他修的福，就是我刚才讲的一文钱的福，都是等遍法界虚空界所以你要修大福，那你就不能不把这些烦恼习气统统断掉啊。这个你一定要知道，无比的殊胜的。你看看，执着断掉了，对事处世间一切人事物的执着断掉了，正阿罗汉果分别断掉了，是菩萨了。妄想断掉了，就成佛了。那就是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那个人的修福，就跟虚空法界一样。这个才叫圆满。下面是网路同修提问的，他们的问题很多了。弟子附近有一道场公开反对拟合会集本，把狮子猴啊什么公开放在流通处。这本书就是反对下牢会一本和你老人家，弟子明白听你的教导，也不去辩论。困惑的是，在这样的道场念佛会影响往生吗？你不去就好了嘛，这个，现在这个社会呀，是民主、自由、开放，人有言论自由，有这个。著作的自由那么个人因果个人负责就好了我们自己好好的念佛求生净土，不必参与这个道场这个就解决了，也不要去批评他，这正确的
第二个问题，他说：“师父说一句佛号、一部经、一生成就。”他说：“弟子学佛以来，只听老法师讲的经，而且呢，只就反复的听一部《无量寿经》。那么黄念祖老居士的磁带和书籍，能听能看吗？”这个也不要问我，你自己回去好好想一想就对了。你不说是一句佛号一部经吗？是不是？你好好去想去啊。第三个问题，就是家母在一个规模不大的寺院剃度出家，就是前几天受完戒，寺院推举母亲做住持，弟子怕母亲耽误往生大事，所以极力劝阻，请问老法师，这样做是否如法？如法。这个管事确实对于往生有障碍啊。你说过去天台大师啊，就是智者大师，这是天台宗啊著名的祖师。那么传说呢，他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啊，所以在日本人非常相信，他是天台大师就是释迦牟尼佛啊。那么他老人家是念佛往生的啊，这都是示现给我们看的，做榜样的。往生的时候，弟子们问他：“你老人家往生呢，是什么样的品位？”他就说了，他说：“如果我要不临终，就是不做住持，不做当家，啊，不管事，我的品位很高。因为呀，临终，啊，当住持，所以只有五品位往生。啊，这个五品位呢，就是生凡圣同居土，地位呀并不高。啊，这个就是说明。”说在讲这是菩萨实现的啊，那个问他的人呢也不是简单的人了，都是问给我们听的了。你愿意管事，是你就牺牲了品位，这是好事情，我为众生啊，纵然是下品下生也值得，你带了很多人往生，可是你自己要真的有把握往生才行，是不是？你没有把握的时候，那就那个就麻烦了。真有把握可以，是所以智者大师示现就是真有把握牺牲品位，啊，这就警告我们后来的人，你有没有把握？要没有把握了，那你要好好的去考虑。啊，古时候寺院里面的这些住持、当家、执事，都是佛菩萨再来的。不是凡夫啊，哎，他们来戒引大众啊，真正修行成就的轻重啊，他是来成就别人的，哎，所以佛菩萨再来。那么现在末法时期，没有真正修行人，所以佛菩萨也不来了。哎，这个我们要晓得，佛菩萨为什么不来？我们没敢不真修吗？如果说我明天就送你往生。你都吓得这里不敢来了，这还得了啊？这个地方是到这来送死的，是不是呢？没有个人敢来了。我这打个佛旗，佛旗打完，大家都往生了。你在外面挂这个招牌，可不可能有一个人来？啊，所以说现在人不是真心啊，不是真心，所以佛菩萨不来了。哎，这个道理啊要懂，不是佛菩萨不慈悲，啊，我们没有真心感，佛菩萨是。众生有感，他就有因。啊，我们不是真心啊。第四个问题，他说：“如果平时做梦，有许多是过去生中的生活环境，包括了过世的亲友，这表示已故的亲友在轨道吗？还是念头的原因有何区别？”凡是在梦中。啊，梦到过世的这些亲友，你应该啊，这个醒了之后，
诵经念佛给他回向。啊，有这种情形，多半他是来求你帮助的。啊，你学佛没有一点小功夫，他不会来。为什么呢？你没有功德。啊，你能梦到他的时候，算是你还有一点功夫，他还可以能找你帮一点小忙。啊，所以你呀，诵经超度他，啊，对他就有好处。啊，你超度个一次两次以后，他就不会再梦到。第五，他说念佛人临终如果见到观世音菩萨，可不可以走？老法师讲席中曾有不可与可的不同说法，请问如何理解？这个可以呢，是你并不知足。啊，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啊，这个是临终的时候，这是魔跟你的冤亲债主啊，不敢实现的，啊，本尊嘛，不敢实现。如果你一定要知足，啊，非是阿弥陀佛来接引我才去，观音菩萨我也不去，行，啊。观音菩萨走了，阿弥陀佛一定会来。哎，所以说佛总是会满众生愿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有可也有不可，两个讲法都行，啊。第六个问题，就是袁了凡先生断我修善，广修福德，是改造命运的典范。而梁武帝是佛门的大护法，也是广修福德，而且提倡素食，影响更加久远。为何凡饿死台城而亡国？更是韩愈以此为理由反对皇帝提倡佛法。梁武帝福德这么大，怎么能够没有改变命运？你问的这个事情最清楚的人，就是大摩祖师。大摩祖师跟他见了面的，啊，他问大摩祖师，他做的这么多事情，啊，有多大的功德？啊，大摩祖师告诉他，并无功德。啊，为什么并无功德呢？着相求福。要懂这个道理，啊，功德是什么？功德是利想，啊，这个道理，这个大乘教里讲的很多，利益切相都是功德，无论做多少这个好事，全是功德。着相呢，全是福德，啊，不是功德。福德，你看六祖在坛经上讲的，啊，讲生死大事，说此事福不能救啊！啊，福报啊，没有办法改造你的命运的，功德能改。啊，那么了凡先生所修的，跟这个于今义、玉造神记所修的，跟梁武帝不一样。啊，他们不求人间富贵，尤其是于今义、玉造神记，你看当时。那个时候的这名利都现前，他觉得人间这个完全看破了，他统统不要，啊，回家去养老，教下一代，这个正确了，啊，名利统统舍掉，嗯，啊，所以了凡先生给这个社会，给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典范，所以这是。因果报应里面很复杂，因了凡四训里面讲的八种啊，你这个善事有真的有假的，啊，有偏的有圆的，啊，有邪的有正的，他讲了八个啊，你的发心你的工作，你跟他那个一对，你就晓得。
你是不是真的纯真的，这个很要紧，这是里面不能够夹杂，夹杂就麻烦了。第七个问题，就是师父说过，若犯偷盗三宝常住物的重罪，虽然佛都不能救，但自己能救自己，请问以下忏悔方式是否能救自己？从此以后不再走，发怒忏悔，偿还所偷盗的物品，护持道场，不起丝毫占别人便宜的念头，改过自新，断恶修善，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如果你真正能这样做到，那你的业障就忏悔尽了。这确实是决定往生的。下面一个问题，他说弟子经常在家中翻落师父光碟，借缘流通，最近有不认识的人请弟子翻印其他梵师法师光碟，弟子不知那些光碟是否如法，且希望只跟一位老师学习，请问若不帮助会不会与众生结冤仇？这个不至于，你不帮助他，他自然有别人帮助他。而且现在这个翻录刻这个光碟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了，能做这个人就很多很多。第九个问题，就是老法师在弘法与护法的开示当中提到，对于觉者是法也是佛法，对于迷者呢，佛法也是是法，请问觉的标准为何？当我们还没有觉的时候，我们所学的如《十善业道经》《无量寿经》是否为世间法？这个觉跟迷，它的真正的标准，华严经上讲的最透彻，你真正把执着放下，你有小的觉悟，小乘的觉悟；分别放下了，叫大乘的觉悟；妄想放下了，佛的觉悟。所以总而言之，你放不下了，就没有觉悟。这个要知道，放不下是在迷，决定不是觉，觉就是放下。觉了没有不放下的。为什么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个是大乘教时时刻刻提醒我们的。连现在的时候，美国人都知道了，他那是世间的觉，而不是出世间的，他对人生看得很淡然，他人生是一场空你知道一场空了，你就不必为这个世间操心，也不要为自己这个身体了，它假的，真的东西真的是灵魂，他不是说灵魂是真的，灵魂不死。所以他们现在承认有轮回，而且有报应，这是现在美国西方人呢承认这个，差不多是比例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人相信有轮回有报应，杀人要偿命，欠债要还钱，你要是不还钱的话，来生的时候还是要还，还的时候还要多还一些，还加利息，
啊，这是我们看到西方人的这种报告。啊，所以他说人是永远不会死的。啊，死是什么？身体，身体有生灭，他灵魂不生灭。所以他在这个深度催眠呢，他能够让你说明你过去生中，啊，再过去，啊，所以是这一生前世的时候，都是很多都是不同一个国家的人，啊，也不同一个族群，也甚至有不是信一种宗教，很多宗教你过去生中都信仰过，啊，那么还有的人呢说过去生中是畜生身。这个鬼道里面的很少他就没有讲到，讲到畜生，还有讲到什么呢？过去生中啊是这个其他星球上的，不是我们这个地球上的，我们现在讲的是外星人啊，这一生到地球上来来受生啊。那么这是西方人呢提供这些讯息啊，所以我们要晓得就是生命是永恒的啊。那么佛法里面讲的最好，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这东方的教育啊好啊，啊，第一句话就是告诉你，你本来是佛，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应该非常惭愧呀。人有惭愧心呢，他就会勇猛精进。啊，我本来是佛，为什么今天沦落到这种地步？啊，那么师尊告诉我们，就是因为妄想分别执着，啊，你就被这个东西害了。这个东西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这个玩意是丢掉之后呢，你就恢复本来面目了，你本来是佛。啊，所以你有无量的智慧德相。啊，这华严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能相好。啊，你跟佛没有丝毫差别，只要你把这个障碍放下就是，所以何必要争呢？啊，你在世间怎么样的争，是加重你的妄想分别执着，你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你真正能放下了，啊，和放下什么都没有，好像很苦啊。看到释迦牟尼佛一生，啊，三衣一钵，什么都放下了，苦中有乐。啊，他这个落是身心自在，他没有忧虑，没有牵挂，没有烦恼啊。哎，我们现在讲的是身心都没有压力啊，你是个多自在，这种自在不是一般人能想象得到的。啊，那么来生的落了就更不必说了。啊，来生人家就得证得的是究竟圆满的佛果。啊，所以这个都是现身为我们说法，啊，我们应当要记住，要认真努力，把这些虚妄不实的东西丢掉，啊，不要再找这些麻烦。这个是觉根迷啊，放下越多，你就这个智慧呀，就越往上提升。所以佛经上常讲的，烦恼轻，智慧长，啊，烦恼轻一分，智慧就长一分，啊，必须要把这个见思烦恼通通放下了，那个智慧的提升呢？那就太明显了，啊，就是不要说的那么高吧。如果真的能把见惑断掉了，我们讲的五大类，第一个身见，不再执着这个身生活，哎，但是也不要啊，故意把身体糟蹋掉。让它随顺自然呢，它就很好。
啊，这就非常健康，不用保养，也不用啊，这个故意去糟蹋，啊，一切让身体正常的这个生活就很好。啊，这个富贵人家常常保养身体，保养一身病呢，那是副作用啊。哎，这是养生之道啊。那么知道呢，这个身体，你对这个病苦你不怕啊，死亡也不怕啊，知道他不死，死亡是身体生。决定是有生有灭啊，但是灵性呢不生不灭啊，我们佛法不叫灵魂，灵性啊，这个是不生不灭的啊。那么人生的目的没有别的啊，生生世世提升自己的灵性，不要让自己的灵性堕落啊，这个关系很大。没有开悟的时候，我们听从佛菩萨的教诲啊，依照他的方法来学习，那就是向觉悟的道路迈进啊。所以这个是要放下身见啊，不要过分的为身体去想啊，要讲究这个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啊，这个都是毫无意义的。不要求这些东西啊。那么第二个呢，边界啊，边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讲对立两边嘛，两边就对立了啊。这几年来我们参加国际上的和平工作啊，我常常给大众们说，要想化解世界的冲突，促进社会安定、世界和平，从哪里做起？中国圣人常讲，反求诸己。问题不在外面，你求外面求和平，永远不会和平。求内心，啊，内心我们对人的对立，对事的对立，啊，对物的对立。物是万物的对立，要把这个对立化解。这个对立化解是在这个佛法里面讲边界破了啊，那你就无论在人事物里头啊，你没有对立，没有矛盾，没有疑惑，没有冲突啊，你这个和平工作才能做得有效果啊，才能做得好啊。所以一定从自己本身做起，反求诸己这句话是真理呀！啊，从外面解决不了问题啊，所以他们现在都是问题都在外面，啊，搞了几十年，联合国开36年会，世界越开越乱。啊，我们今年到巴黎去开这会干什么呢？就是这么两桩事情嘛。啊，第一桩事情，告诉大家，宗教可以团结。啊，宗教团结。决定有利于世界和平。第二个就是什么呢？要从内心做起。啊，你自己每个人都能够回归自信，天下不就太平了？啊，那么回归自信的时候，这个要办教育。啊，所以中国，我们祖宗有智慧，5000年来，这个国家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大的富裕。能长治久安，外国人对中国历史感觉到惊讶，为什么这个民族这么好，他们怎么治理的，他想不通。教育，就中国人最重视教育，而教育在教育的重点上，重点是家庭教育啊，这个是中国教育的特色，家庭教育啊。但是我们现在呀，我们的家庭教育丢了四代了啊，我们没有受到过，我们的父母也没有受到过，那祖父母也没有受到过，大概受到教育，这个家庭教育
曾祖父，曾祖父母受苦啊，所以我们现在遭受这么大的苦难呢，原因在这里。那所以我在唐池，我的家乡那个地方偏僻，啊，是小城市偏僻，在那边做实验，做成功了。啊，我们把这个成果，就是在联合国介绍，啊，这做成功了。啊，就是我们家乡丢掉这三代，大概是七八十年，是吧？我从小还受过，啊，虽然时间很短。啊，十岁以前接受的传统教育，但是影响这一生，你就知道这个教育的好处。啊，那么我弟弟小我六岁就没有了，他就没有受到过，他就不知道了。啊，像香港这个地方是外国人统治的，我看至少丢掉七八代了，他比我们那个地方加一辈都不止啊。啊，凡是沿海越是开发的这个都市，这个就是丢掉的就越早，啊，越是闭塞的它还能保持，啊，所以我们在家乡的时候能不到半年的时候收到效果，如果在香港的话，恐怕三年都很困难，所以这都不容易，啊，所以这个是不可以不知道的，嗯，啊，但是人要相信，一定可以教得好。一定可以回头，啊，那只是什么？他迷惑的颠倒啊，没有人给他开导啊，原因在此地啊。真正讲清楚、讲明白的时候，哪有不回头的道理啊？啊，那我在香港也遇到一些学者，啊，他们现在觉悟了，回头了，知道这个这中国的东西的好处了，但是都是差不多将近七十岁了。啊，现在工作不就退休了，慢慢在想的时候，想到过去做了很多错事，哎，现在看到这个就是听常常听讲经的时候，慢慢就觉悟了。啊，这就是人性本善，就是佛所说的本来是佛，啊，迷不怕，哎，只要你肯接触，你就会回头，啊，不接触的时候就非常困难。真正觉悟呢，就天天保持，啊，可不能中断，啊，这个中断说是一日破之，十日寒之，这个收不到效果。天天干，天天继续干，啊，真的这样干法的时候，三年一定就会到了。嗯，这三年是一千天的熏习嘛，古人讲嘛，读书千遍嘛，其义自见。就是这个道理。那么学十善业道经、无量寿经呢，这个你用出世的心学，它就是出世法，用世间的心求呢，就是世间法。啊，所以佛经也不是定法。啊，你读经的时候求福，念佛时候求福，就都变成世间法了。啊，嗯，下面第十个问题，这老法师讲经中提到，对于世出世间法都要放下，如果对佛法也要放下，为何还要念佛求生净土？佛法太多了。你就看看大藏经那么多，叫你放下的时候，不是叫你通通放下了，学一门，一门深入，一门之外呀，你要放下。那你要不放下，你门门都想学的时候，你这一生没有那个时间，也没有那个精力，你决定学不好。啊，就像在大学念书一样，到大学念书要把大学放下，你才会毕得了业。啊，你学一个学系，我四年就毕业了，学位就拿到了。你说我这个大学里的有几十门的这个几十个学系，我通通都要把它念完，你再念四百年，你毕不了业，不就这个道理吗？哎，
所以放下是叫你一门深入啊，其他的要放下了。哎，不要是我读的这个还想到那个经，这个是你一样的学不成功。啊，所以我们这一次从法国完了之后，我就到英国去访问。去年我访问了英国牛津大学、伦敦大学，那么今年呢，再去伦敦大学，又去剑桥大学，啊，还给他们上了两堂课，啊，深深感觉到啊，啊，他们是汉学系，就是研究中国学术啊，这个第一等的大师没有了，啊，这是一个很可悲的现象。啊，外国没有一流的大师，这个不能怪他，中国没有，他要学他到中国来学，中国没有一流的大师，他到哪里能提升自己呢？所以我们就感觉到也积极要培养这个传统学术的真正的一流大师。啊，要什么人才能学呢？实在讲，古人讲得好，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真正发心的人他就能做到啊。啊，真正发心要刻苦啊，要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最重要要克服自己的欲望啊。那佛法里面讲呢，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个个都能成。啊，你不吃戒，你不能怕吃苦，你这一生不能成就。啊，你能吃苦，你能吃戒，没有一个不做佛的。啊，所以中国传统一流大师也是这样，第一个要培养道德。人没有道德，干什么都不能成就。啊，那么道德呢，你要学的，头个《弟子规》，感应篇，啊，十善业道经，沙弥律仪。沙弥律在家可以学啊，他跟比丘戒不一样啊，在家都可以学啊，善法，这四个根扎下去了，百分之百的落实，然后专攻一步啊。你像儒家经典，你学《论语》，你一生专学《论语》啊，学孟子专学孟子啊，用十年的功夫。十年学一样，十年之后啊，你这一门呢就变成全世界的顶端了，那你就大师级了啊！能够有个十个人、二十个人呢，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就复兴起来了啊！所以四个根要扎稳啊，要舍弃名闻利养，舍弃自私自利。我常讲的十六个字啊，五欲六尘、贪嗔痴慢，这统统放下啊，真正统统放下啊，集觉学，开太平啊，续佛慧命，弘法利生，那你没有一样做不好，你确确实实是一代祖师啊。所以我们希望儒释道啊都有真正发心的人，真发心，我来供养。啊，我会建一个道场供养这些人。啊，这些衣食住行我都负责，你什么都不要操心，好好的在这里学十年。啊，可是这个十年的时候，每一天要做报告。啊，你可不能来偷懒。啊，那偷懒的时候，我们那是不会供养你的。啊，报告什么呢？就是你要讲经。啊，轮流讲。天天讲，讲的时候，我们用网络，啊，把你所讲的，让全世界人都能够收看，啊，让全世界人知道你的学习的水平。啊，
你这个十年，一年比一年有进步。到十年的时候，我们这里没有学位呀。到那个时候，全世界大学都把博士送来给你了，你一下可以得几十个学位。啊，你的实力超过别人，人家这个十年学很多很多东西，你学年是一样，学一样，这一样就变成顶尖了。啊，就这么个道理，所以并不困难。啊，古时候那个一流的大师怎么去成就的呢？就这么成就的。啊，所以十年寒窗啊，一举成名啊，就这么个道理嘛。啊，你没有时间不行啊，至少要十年了。啊，十年等于闭关了。啊，那么在从前闭关是完全是自立呀。啊，独善其身。学成之后啊，才兼善天下了。那现在我们没有学成，也兼善天下。啊，每一天上课的时候，我们都用录像播出去。啊，这个样有好处，报师主恩呐。师主供养我们的时候，我们每一天要讲给他听呐，要跟他汇报啊。啊，我们真学不是假学，这样就好。这个是讲的这个放下，那你学一门，其他的统统都要放下，你才会学得好啊。你如果说是想学这个想学那个，那就不行啊，你就学不好了。底下一个问题，请问如何理解随文入观？是否学习经典时把自己的身与意集合起来就是随文入观？不是的，这个随文入观不可以，这个讲错了啊。随文入观是经文里面讲到什么境界，你自己就入到这个境界。如果真正能做到随文入观，这一部华严经念完了，你成佛了啊。你比如现在我们讲到这个贤首品，贤首是这个实性为菩萨，你念到这个经文，你越也达到实性为了，你就证得了。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每一参访一个善知识，他就提升一级，那叫随文入观。啊，他参访吉祥云比丘是初住菩萨，啊，参访海云比丘他是二住菩萨，啊，他积极高升，所以他参访到最后普贤菩萨。他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啊，就是要入他的境界，啊，你不能入他的境界的时候，就很难。但是入他的境界，刚才讲了，你要不能彻底放下，你入不进去。为什么他能入，我们入不进去？放不下吧，放下就弃入啊，所以张家大师叫我来向他请教啊，怎么样，有没有很快速的方法让我契入境界？他就告诉我，看破放下。啊，看破是明了。啊，放下就契入。啊，真正懂得了，清楚明白了，这都是虚幻的，是假的。你还要留念干什么？还要执着干什么？啊，所以这叫看破啊！啊，看不破就放不下。啊，他认为这都是现实的，都是真实的。佛法讲的是虚无缥缈的，西方极乐世界我还没见到，到底是真的是假的，还是个未知数，那就没法子了。哎，那他永远没机会，永远无分。所以这个是不能不知道的。这个。随文入观做不到，那现在就老实学习。从哪里学呢？一定从弟子规学。啊，弟子规是基础的基础。啊，四个根它是最浅的一个根。啊，一定要做到。啊，第二个是感应篇。第三个是十善业道经。啊，
第四个沙弥律啊，只要一生做到一样，我只要把弟子规做到，你就是善人。佛经上打开善男子善女人，你就是善人。弟子规做到了，我们的敬业三福前面两句做到了，孝养父母，奉师师长，这两句就有了啊。凭这两句生凡圣同居土就有把握啊。所以如果连这两句都做不到呢，你念佛念一辈子不能完成啊。你也想到为什么？因为我的心行都不善，到极乐世界去，极乐世界都是上善之人，我们不善混进去，人家又排斥你啊。阿弥陀佛再慈悲相见，大众不能容纳你，所以这个要晓得啊。所以佛也没有法子，佛要遵从大众的意见，是不是？大众不接纳的时候，这就没有法子。这样，那个世界是善啊，我们这个世界人心如果通通都是纯善不恶的话，我们这个世界就变成极乐世界。所以我说极乐世界跟我们这是平等的，没有差别啊。境随心转，我们世界人心不善就变得是秽土。底下一个问题是无形无相的真理是否对不同层次的人既有不同的说法？对的啊，这个是这个说法很多啊，确确实实是对不同程度人来讲的。底下一个问题，老法师教导我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与初学佛法的人还达不到啊，做而不做，不做而做的程度，请问该如何对待？这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正是我们现在要做的。如果你能够做到做而不做，不做而做，那你同时可以做很多事情，你可以度很多众生，你能够这个像诸佛菩萨一样啊，随类化身，那就是做而不做，不做而做了啊。我们现在没有这种功夫啊，没有这个智慧，我们现在就是要减轻自己的负担啊，要随缘，不要攀缘啊。为什么呢？你事情越少，你的专精啊，那个成就会非常快速啊。你现在事情太多了啊，你就做不好。在这个世间法也是一样，你从事哪一个行业，你一生专门搞一个行业，可以做到顶尖。如果你同时经营很多行业的话，你就想想看，你多累啊，样样都要管啊。公司虽然很大，很多子公司分公司，到最后经营不好就破产，就全盘失败，这是我们常常看见的啊。他如果没有那么多庞大的分公司的一个公司啊，做得很好，做得很大，他成功，他不会破产。凡是破产搞很多什么贪心啊，他自己没那么大的福报啊，超过福报的时候他就破产了，就结束了啊。所以这些人他没有学佛啊，他要学佛的话他不会，他学佛懂得什么啊？佩服，我有这么大福报，我还要佩服啊，我可以做很多事业的时候都选拔人才让别人去做，那就完全正确了，自己一点不操心啊，那是有智慧聪明的人，样样都拉到自己手上的那是很笨的人，那是非失败不可。他要不失败的话他寿命不长，为什么？太累了，累死了，是不是？下面一个问题，这老法师经常教导我们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他说：“可是弟子71岁了，在生活当中啊，
应如何来行持？这个70岁以上啊，就要一切放下。啊，确实，恒顺众生，不要管他们的事情。啊，自己好好的念佛。啊，70岁了，我们只有一个目标，一个方向，求生净土。啊，我们念佛这个法门呢，很殊胜。这个不容易受到啊干扰，啊，人家不喜欢，我们不开口，心里默念就行。啊，要保持不间断，啊，一切放下，一心向佛，啊，一心向佛，一心想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才真正是家乡，啊，真正是家乡。这个地方是我们流浪在外面，啊，这么苦的一个世界，啊，希望早一天能够脱离，哎，这样就好，啊，对这个世界决定不要有任何留念，啊，如果儿孙不孝就更好，为什么呢？没有留念，不再想了，儿孙一孝顺走不了了，是不是说那个麻烦就大了，是吧？所以反而是好正善人。以下一个问题，他说弟子的夫家全家人都抽烟，常年下来，这实在难以忍受，所以啊，这个升起想与夫家脱离关系的念头，恳请法师开示。不用这样做法，啊，这个做法不好，哎，给社会呀，啊，一个很不负面的影响，可以分居吗？不要脱离嘛，哎，这样就很好嘛，啊，或者是你另外在房子旁边再搞建一间房子，哎，只要这个闻不到烟味就好，啊。第16个问题，许多流浪猫不停地繁殖，有些爱猫人士自掏腰包为流浪猫啊做绝育手术，并啊认为是最有效的方法。请问，这会不会为自己种下不孕症之因？很有可能。啊，这个种什么因呢？它有什么样的果报？第17个问题，他说弟子是做中药材生意的，而且经营的全部是动物类，请问这样的杀业是不是很重？是很重啊。那么既然是做药材，你天天的要给这些众生超度，要给他回向，这样就好啊。每一天给他做超度佛事，这样才能把冤结化解，他也会感你的恩。那么这些动物啊，自己决定不要捕杀，啊，自己捕杀那个罪很重，那是没法子化解的。啊，你可以买别人的，啊，买他已经死了，已经被杀死了，这个可以。这个你可以超度的佛事用这个方法，啊，可不能杀生啊。第18个问题，他若依自己开肉食火锅店所赚的钱来做利益众生的善事，并在店里播放弟子规，请问是否善巧方便，不知如法，是否如法？可以，你这样做已经很难得了，也就不容易了。啊，这个总而言之，这个因果责任还是推脱不了。除非你的发心
不是为自己赚钱，不是为自己利益。你这个活过殿呢，是度众生的道场，那你就有功德。就像《华严经》里面的甘露火王一样，啊，你能够学他，那你是菩萨。啊，你这个里面这些众生说，全部都超度他。啊，每一天做超度的佛事，自己决定不拿赚来的钱呢，提升自己的生活享受。啊，你完全把它当成功德做，这个可以。如果赚来钱还自己来享受的话，你就要还债，你就要负因果责任。那这个事情你还干不干呢？你自己好好去想想啊。底下一个问题，他弟子是从事古典音乐理论及钢琴的教授工作，不知是否算是传播其语。你这个话问我，我不了解你教学的内容是什么。如果真正是古典的音乐，你在里面挑选，孔子在《论语》里面告诉我，这个就是艺术的一个原则，啊，艺术传播的原则，思无邪。啊，中国几千年来，这个文艺艺术啊，都能够遵守这一句话，啊，无论是戏剧，啊，这个音乐、舞蹈，啊，是民间艺术，大概都遵从这一句话，啊，所表演的一定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啊，那个剧演剧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善有善果，恶有恶报，所以它通通都含着有教育的意义在里面，啊，你能用艺术的时候，能够改变社会这不良的风气，那这是功德，这是菩萨。啊，如果你还要随顺这个世间的话，那就造业了。底下一个问题，他弟子为法律研究所的学生，现阶段必须设定这个论文题目啊，以研究。他弟子目前选定研究的方向为人权和人性尊严，讨论的内容大略为国家限制人民权益时是否有其底线，例如若处人民以死刑是否超过底线，因唯恐啊自己将来写成的论文内容充满邪知邪见，恳请法师能与写作上的意见与开示。这个事情你要特别留意的，伦理、道德、因果、智慧，你能在这四个方面去考量，你就会得到政治正确。这四个缺一个都不行啊！四行讲人权，孔子杀赵振宝有没有违反人权？那在现在是决定违反的。赵振宝犯什么罪啊？现在人不能是判他的罪啊。赵振毛就是邪知邪见，能言善辩，孔子跟他辩论辩不过他，他有一套外力，哎，但是影响社会太大了，所以孔子没法子把他抓来杀掉他。哎，这个就是他的这个邪论会影响社会，
啊，那么如果孔子在世用当时鲁国的法律，好像现在好多人都要被砍头啊。可是今天什么呢？言论自由啊，这个是民主自由开放啊，跟从前的社会完全不相同。从前社会政府真的能够维持社会良好的秩序，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今天不行了。今天圣人来了也没法子了，法律要讲人权的，其实人真的有权吗？你能真正享受到人权吗？人权只有制造人权的人他们享受，法律只有制造法律的人他们享受。那我们没办法走法律漏洞，哦呦，他们这方法真多啊！所以今天现象啊，我们老百姓乖乖的不懂法律，你看纳税的时候完全照常，好，他们有很多技巧可以能逃税偷税，啊，方法太多了。所以很难讲啊，最重要的还是伦理道德，要做个有良心的人，就好。哪一个行业，只要真正有良心，真正能够舍己为人，为社会、为众生，那都是佛菩萨。下面一个问题。他说：“弟子每个月呢，都会放生，选择一个偏僻又大的水库。他进来发现，我们放生在水库里面的龟、泥鳅、鳝鱼，遭人捕杀。如果以后继续放生在此，反而断生众生的生命，又让捕杀的人遭罪业，请问如何是好？你可以换地方吗？”那么还有一点必须知道，你放生的人有功德有福德，捕杀的人他有罪业，个人因果个人承担。那如果你知道这个地方有人捕杀你在这里放，那就错误了。你不知道的话，别人来捕杀与你不相干，如果知道就不应该在这个地方放。第二十二个问题，下莲居老居士敬于中说，未来苦报，过去公案，一切现前，万缘其断，你要我讲这几句话，这个四句，前面一句，这是讲的来世果。佛经上说的好，佛经上有四句偈，欲知前世因，我们要想知道我前生造的什么因。今生受者是，我这生所受的就是前世造的，这算果报。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我这生所做的是什么，你就想想来世果报是如何。这个四句话讲得好啊，下牢这个四句也是这个意思，说未来的这个苦果，过去的公案，过去的那个因果这些故事，前世的这个果报，绝对真实的。一句现前，万缘其断，
啊，以真正通达因果报应的理论与事实，啊，你都明了了，明白了，你自然就会放下。啊，从此之后啊，不再造物。啊，这个不再造物从哪里做起呢？从不欺骗人做起。啊，世法佛法的圣人都告诉我们，从不妄于事。啊，这是最容易犯的，啊，从最容易犯的下手，不欺骗人，啊，不害人，啊，那么我们这个在讲习里头，常常劝勉同学们，啊，至少我们要懂得，啊，在一生当中，没有控制的念头，啊，对人、对事、对物，没有控制的念头，没有占有的念头，念头都没有了，当然不会有行为。这样学佛，功夫容易得力，啊，处处都想我要拥有，啊，我要控制。你修行的时间再长，再用功，再努力，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所以放下里头啊，这两条是基本的。啊，那个叫你一定要认识，这个世间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你要认识透彻的说，这个世间全是祸害。啊，所以古人有比喻说，步步都是火坑呐，你所踏进去的，统统是地狱啊！啊，一定要知道，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都要值得尊敬，啊，都要我们应当要供养，啊，财法都要供养啊，平等。怎么可以去控制？啊，又怎么能够占有呢？啊，占有你怎么能占得到啊？啊，你说，我这个30年前到香港来讲经，第一次，1977年，那个时候当时的法师，啊，我认识的法师，2/3都不在了。啊，他们说都有道场，现在道场怎么样了？有的没有了，有的都沦落掉了，这都看在眼里啊，带不去啊，啊，造罪业嘛，啊，你能够拥有的很短呢，几十年呢，然后就不是你的了。啊，中国古谚语里面所说，千年土地呀，800主啊！这块土地，这1000年换800个主人呐，哪个是你的？你想想，这事实啊！我要拥有干什么？啊，不是自己替自己找麻烦吗？自己给自己套上了枷锁，你本来是个自由的人，佛法讲是个解脱的人，你自己套上枷锁，啊，搞得自己不自由了，不自在了，这个是愚痴，这是决定的错误，那就是我们一定要晓得，嗯，第23个问题。新闻老法师将培养无数无名集成儒释道的弘法人才，那刚才我提过了，第一个请示招生的相关事宜，第二个网络学院呢目前共有6136人，本科班呢1、2年级共有42人，基础班2年级有170人，
能否提供学院五个名额？我们这个名额不能说提供。如果王路学院里头真有人才，50个人我们统统要。为什么呢？圣人、菩萨，这不是凡人。啊，那你就要了解的说，这四个基础，你有了，你就是我们所需求的人才。这四门课不能落实，一个我都不能说。啊，道理在此地。啊，我们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无论是在家出家，啊，我们通通都愿意。啊，年龄呢，不超过35岁，因为十年呢，你35岁的十年是45岁的人，你到50岁就不行，退休了。你就服务的时间太少了。所以我们年龄的时候不能超过35岁，啊，当然20几岁是真非常好的，非常好的年龄，哎，最重要的是要发心，我要学孔子，我要学孟子，所以时时刻刻问你像不像孔子，你像不像佛菩萨，你要真像才行啊，你才能救世啊，世界上这么苦难靠你啊。所以你真发心，我天天给你顶礼啊，我代表全世界的人在向你顶礼啊，你太了不起，太伟大了，这真是，这不是假话啊。我们自己能力做不到，我要求佛菩萨啊。所以真有这个人才出来说，他是真正佛菩萨，他是真正的救世主啊，啊，所以我们一定会照顾很周到。所以就网络有这么多同学的时候，我相信里面绝对有人啊。所以说基本的条件啊，弟子规、十善业道啊，这个沙弥律仪、太上感应品啊，这个四门我们要求100%的落实啊。能够落实这个，你就是圣人的种子，你就有资格这一生当中成圣成仙，那我们可以能够认定，那你这个十年，我教你的方法就是专攻一门，决定成就，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底下一个问题，因工作和朋友之间的交际应酬，如别人请客，会单独啊为我点素菜，但有时自己宴请朋友，朋友就不愿意吃素，不知道如何做菜好。那就不请算了嘛，这问题很简单嘛，那你不方便嘛，哎，你不吃素就不方便了，是吧？我总不能是为你也造罪业嘛，我造罪业你也有罪业了，是吧？彼此双方都有罪业，那我们还是免了好啊。得用其他的方式，就不用吃饭，哎，用其他的方式，啊，或者喝茶的方式啊，这也很好，哎，底下一个问题，他说：“请问一天9次的生念法，是否需先3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是否？”要念回向偈，前面加释迦牟尼佛，后面加回向偈也行，你不加也行啊。为什么呢？这个生念的念念的都是回向，所以这个净土法门的叫不回向法门。为什么不回向？你只有一个方向求生净土嘛，还回向什么？所以啊，他叫不回向法门啊。我念这个目的就是求生净土的啊，所以生生都是回向啊。下面26个问题，
他是家父自学佛以来一直以精要生念法作为早晚课，但觉得呢静不下来，杂念太多。他在持名时边观想莲花似虹似月，静夜第一福，而且是闭着眼睛，不知道对不对，可以用这些方法来帮助把心定下来，这个都是好事情，善巧方便。这老法师常讲，修学要真用功夫，超越十法界的一真法界。而在无量寿经上讲啊，刚刚到一真法界，是圆教初住菩萨。初住菩萨了，要圆满成佛了，需要三大二乘七劫。不知道是否矛盾，敬请开示，不矛盾。初住菩萨就是真佛，不是假佛。这个华严经上讲了很多遍。那么三大二乘七劫是断习气。习气基本上讲的不碍事。我们比喻古人的比喻，祖师大的比喻，好像酒瓶里面酒倒干净了，擦得干净，确实一点都没有了，我们还有味道。那个味道到几时才没有？那要时间长。你瓶盖打开，你放在那里，放上个3年5年再去闻，没有了。所以这里用不得功的，没有办法的，只有让它自自然然。这三大圣贤就是自自然然。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无时无明的习气才能断掉。所以见思烦恼的习气跟这个尘沙烦恼的习气都好断，无明习气不好断。可是他不碍事。所以初住菩萨智慧神通道力跟究竟佛果已经没有两样。他可以随力化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能化什么身。像这个观世音菩萨32应的一样。好，现在时间到了，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